了。那，你先在这坐一下吧。嗯。这哪儿的孩子呀？走开，挡着我做生意了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不是叫你们走开吗？怎么还站在这儿啊？走远一点。你瞪着我干什么呀？我没有瞪你。你还顶嘴？好，爱在这儿站着是吧？好，站好了别走。姐姐，这个老爷爷好凶，我们还是赶紧走吧。嗯，走。站住！叫你们站这儿，怎么还走啊？这么不听话，那看你们跟恶鬼似的，吃吧，吃完了把地给我扫干净，把玻璃给我擦了啊。嗯，好的，谢谢，谢谢。咱们在这儿吃吧。嗯，我也不指望你们真扫地。吃饱了还不走，站这干嘛？嫌少啊？不，不是的，谢谢您给我们吃的。嗯，我们地已经扫完了。嗯，现在想擦玻璃就是没抹布。嗯，那就不用擦了，走吧走吧，别在这吵我。嗯，请问还有什么事儿啊？嗯，能不能借我针试试？我弟弟的裤子破了，我想帮他缝好。要什么进来拿吧。姐姐好了吗？快了，别着急。厨房在烧水呢。你们两个小鬼啊，别以为用勤快来巴结我，我就会让你们住下了。我知道啊，我们还要去找爸爸呢，不能住在这里。不过谢谢您送我们衣服。杨师傅，我刚刚帮您倒了一杯茶，您休息一下吧。嗯。放那儿吧。好。杨师傅，我要的衣服改好了没有啊？还没有，我正在改。哎呦，您好像又胖了呀，那我又要改了呀。你就别改了，改两回了，给我拿回去就得了。那可不行，你拿回去穿在身上不像样，说是我杨元兴做的衣服，那我的脸往哪儿摆呀？要不你就瘦下来，要不你就等我改好。哦，穿你的衣服还得改身材，天底下有这种道理呀？你知不知道现在人家都用外国缝纫机做衣服了，速度多快啊，针脚又密又齐，你现在还在一针一线的做，难怪速度这么慢。我不想等你了，我去给别人做。哼，这个人这么没耐性，
人生不就是穿衣吃饭吗？那吃饭可以马虎，穿衣能马虎吗？杨师傅，客人都走了，你就拿不到钱了。拿不到就算了，我不屑挣他的钱。那客人都走了，你还做这件衣服啊？既然做，就要把它做完。还缝纫机呢，我就不相信那个东西能比人好，人还输给机器了。岂有此理！我妈妈以前说，机器虽然是好，可是就少了一点人做的心意。我妈妈以前也是一针一线的绣呢。哎，你这个小丫头说话倒是挺中听啊。对了，看你拿针线倒挺像样，拿剪刀可就不行了，得好好学学。嗯，我知道了。小军、小杰，这床被子给你们盖，杨师傅，免得受凉了。谢谢。我还得花钱给你们请医生。谢谢杨师傅。哎，你这是在刺绣啊？嗯。哎呦，你这针线活还真好啊！你这绣的是什么呀？这个是绣给我外婆的头巾。你们有别的亲人呢？只听说你们找爸爸，那你们的妈妈和外婆呢？妈妈和外婆都过世了，这个图样是我妈妈画的三朵天人菊，这个是我妈妈，这个是我，这个是我弟弟。外婆也为了我们走了。外婆是除了妈妈对我们最好的人了，我没有机会再孝顺妈妈和外婆了。可惜我和姐姐当时太小，要是能快一点长大，有机会可以孝顺妈妈和外婆，那多好啊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看书啊？怎么了？洋行的事情我都安排好了，还有什么事？我不是跟你说洋行的事，我是担心。先下去吧。是。哎，哎呦，你过来点嘛，快点儿。我是担心家里头内神通外鬼。是，什么意思？内神通外鬼？美芳和伟文走得太近了，地下的人说得很难听呢，所以我不敢让你知道啊。现在这些下人越来越没规矩，敢拿组织造谣生事，谁要再乱嚼舌根子，我就轰他出去。哎呦，你发那么大脾气干什么呀？之前底下的人说美芳酗酒，我就是不信，所以我才瞒着你，可没想到这是真的。那难保这回不会也是事实啊？哎，那美芳啊，是有家教的人家出身的，不会做不得体的事情。她会喝酒，那是因为世贤不争气，她心里压力大，她心里很多委屈啊。
这世贤是不生气啊？我带他绕了那么一大圈，他什么事情上过心呢？急都急死人。我现在说的是美芳，你怎么又怪到世贤的头上了呢？那世贤，他就是对做生意没兴趣嘛，你急有什么用呢？哎，老爷啊，这俗话说，有子之人贫不久，无子之人富不长。咱们世贤在外头虽然有了儿子，可是一直找不回来，这绝对不是长久之计。所以我觉得，趁我们世贤还年轻，赶紧弥补还来得及。弥补？啊？怎么弥补？我已经找了媒人了，替我们世贤啊，再找一方家世清白的好女孩。停！已经够乱了，好不好？你就别再自作主张了。哎，这可关系到我们郑家的香火，我能不急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就算对不起美芳，我也非让世贤纳妾不可。他要是不谅解，那我下辈子做牛做马再回报他好了。你这叫耍赖！这辈子世贤都对不起美芳了，还等下辈子？哎呀，好了，这事你就别管了，坏人就由我来做。再说，那女孩子来了，世贤喜不喜欢还不知道呢。先下去吧。是。这孩子就是这样，做了噩梦，一时分不清楚真假。难怪他见了你会害怕。哎，咱们如萍啊，真是可怜，年纪那么小就受了那么大的惊吓，难怪他到现在还是老做噩梦。算了，这当年的事就别提了，等他年纪大点就会忘了啊，别担心。别晕了，那件衣服客人不要了，木炭用完了，我去买木炭，你们在家老实看家啊。
要是有客人来取衣服，让他明天再来；有补衣服、绣衣服的，让他等我一个钟头吧，我就回来。嗯。别乱碰！这件衣服真漂亮，客人怎么会不要啊？这么好看的衣服，做了又卖不出去，真奇怪。杨师傅的生意怎么会这么冷清啊？他老是把客人赶跑，客人当然就不会来了呀。杨师傅真的很凶啊，有时候我都会怕他的。我想他可能是有小孩，可是他小孩不在他身边，所以他脾气才会这么坏吧。哎，你怎么知道他有小孩？看他给我们的这些衣服都是比我们大一点的小孩穿的，还在他身边留着，那一定是他的孩子，而且一定很疼爱他们呢。哎，会不会死掉了？哎，你可别在杨师傅面前乱讲啊，害他伤心就糟了。嗯，你在这儿等一下。太太，这位太太，太太，你是？我是杨师傅那里的人。哦，是你啊？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那天杨师傅帮您做的那件衣服已经做好了。我不是说我不要了吗？但是它已经做好了呀，很漂亮哦，您穿上一定会更苗条更漂亮的。要不要去试试看呀？哦，你要是不喜欢的话不要也没关系的。好吧，那我就看看。我先说了啊，要是不满意的话我可一毛钱都不付啊。嗯，好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嗯，如果腰这部分再改一改就更好了。可是我不想再等了，杨师傅又要改还要唠叨。哎，如果在领口上再加上一些花样，人家眼睛就只会看这一部分，就不会看腰部了。嗯，好像不错。可是你们会绣花吗？您放心，我免费帮您绣。如果你们绣的让我看了满意的话，这件衣服我就买了。要不这样吧，我绣好了之后直接给您送到府上去，这样您就不用再来一趟了。嗯，那我就去把衣服换下来了。嗯，姐姐，你这样帮杨师傅把客人叫回来，他会不会生气呀？杨师傅的衣服都做好了，客人不要他才会失望呢。我只是做一点小小的改变，他可以赚到钱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哦。杨师傅，这大晚上的不睡觉吵什么呀？烦死人了！我在吹口琴啊。什么口琴呢？无聊的玩意儿，花时间学这个，还不如学点手艺呢。可是吹口琴会让人的心情变好啊！来来来，杨师傅您坐，坐这儿嘛。那我吹口琴给你听。
这是一首哀怨的曲子，怎么以前从来没有听过？这首曲子是我在安平听过的，形容在下雨的夜里，那些花儿全都掉进了泥地，花儿的希望全都没有了。 你又想起高淑华了，我就是弄不明白，厦门就那么大点地方，怎么就找不到人呢？世贤，万一你永远都找不到高淑华母子，妈又想让你纳个妾，你会怎么办？ 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提这种事儿？我没有那个心思。可是你不想要，爸妈想要啊，他们得找人为郑家传承香火，他们想抱孙子。到时候，他们就会逼着你纳妾。也不知道时候我跟如萍该怎么办。好了，你就不要再担心了啊！我怎么可能不担心呢？妈嫌我不能生育，现在找各种理由给你纳妾。 万一真的领进门，你能当做什么都没看见吗？我妈她就喜欢胡闹，你别听她的就行了。除非你去跟妈说，让她打消这个主意，要不然妈真的会把人领进门的。世贤，妈那么疼你，说不定她会为了你改变主意的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去跟我妈说。啊？那你什么时候跟她说？ 哎，我说你这个人到底还有完没完呢？我不都跟你说了，我跟我妈说去了吗？我现在已经很烦了，你不要再来烦我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那个明天晚上有一个酒会，韦文也去，你跟我们一块去吧。算了，你们男人应酬，我就不去了。 不是，明天有很多外国人，你知道他们也都很开放的，都带自己的女友，要不你跟我一块去吧。你自己去吧，我不去。晚上别喝太多酒。 对身体不好，还有，要早点回来跟妈说。我知道，要不你跟我一块去吧。我不去了，我留下来陪如萍吧。那好，你可别说我有好玩的地方不带你去，把你一个人关在家里啊。好了，快去吧，挺远的。嗯。早点回来。知道了。 绣花真别致，真有意思，气色看上去也好了，想不到杨师傅竟有这门手艺。以后我还会找杨师傅做衣服的，拿这件的报酬你先拿着。谢谢太太，嗯，谢谢太太。跑出去玩了。 就知道你们小孩子没耐性，不能踏实学东西。给。这钱哪儿来的？这个钱就是上次那个女顾客不要的那件衣服，这是她付的钱。哎，你一会儿说不。
我自己可以走。你上哪儿喝酒了？你身上怎么一股胭脂味啊？你去哪儿了？去拿毛巾，去倒茶。是。你到底去什么地方了？你身上全都是女人的味道。哎呀，你干嘛问这个呀？世贤又不是去玩，应酬难免有姑娘作陪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你到底去哪儿应酬？跟谁应酬？你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，怎么今天就跟变了个人似的？你是不是背着我去了什么地方了？ 说话呀！哎呀，好了，世贤已经那么不舒服了，你干嘛还要烦他呀？妈，哎呀，儿子，来，哎，你怎么吐了？都准备在热水给少爷擦洗，叫人来把地上擦一擦啊！哎呀，你看你，妈，怎么回事？我来给世贤换衣服吧。哎呀，不必了，你是千金小姐。 怎么好意思让你弄这些脏东西啊？我们事先承担不起。美芳。 事情怎么样了？我刚才送他回来，他和英国商人喝多了，我担心他会撑不住。怎么回事，美芳？